栏目由中药雾化治鼻炎的贝比牌鼻炎喷雾剂赞助播出。鼻炎又犯了，贝比牌鼻凝喷雾剂，一花一草，中药雾化治鼻炎，用雾化的中药直喷病灶，主治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贝比牌鼻凝喷雾剂。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扫描二维码注册凡人游戏会员，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8805报名。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十万本地优质会员，百分百实名认证，高达80%的匹配度，总有一个属于你。想相亲想脱单就来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 VIP 会员，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拨打88058805，还可获专业红娘的一对一相亲服务，精准定位你的爱情。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加入我们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幸福就在这里等你。凡人游戏相亲开始啦，周一到周六每晚9点整，真诚相亲，绝不作秀，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58805。凡人游戏，我们等你。他为寻真爱再次来到凡人游戏，希望这个女孩子不这么物质，都以我为中心的一个女生嘛。遇上了朴素大方的他，我比较注重的是两个人的感情。究竟发生了什么让男嘉宾如此激动？像你这儿的人哈，我是想啥子说啥子，我从来不虚伪，晓得吧？他与女嘉宾亲友团矛盾重重，我不晓得是对我有成见还是怎么样，挑拨离间嘛。当时我听到起有点生气，那他肯定要打破嘛，说你不跟两个在一起嘛，是不？温柔的女嘉宾为什么招来他这般评价？做人不要那么虚伪，有啥子就说啥子。我觉得做人应该有自己主见。热情邀请女嘉宾用餐的他，又为何非要讨回饭钱？就把中了饭钱转给我，我没事请他吃，不管在不在一起是 A 字，在一起不是 A 字，你肯定要算账噻。好吧，好吧，你说的对，对，说的真。好。这场充满转折的相亲，最终将会如何收场？凡人游戏即将为您精彩呈现。凡人游戏，我们等你。爱情靠争取，我爱不放弃。各位好，欢迎你收看《凡人有喜》，我是相亲特派员张征。一杯药酒百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风寒湿痹筋骨疼痛，肾亏腰酸，妇女气虚血亏，请用鸿茅药酒。鸿茅药酒始于1739，精选67味道地药材，经过671项质检把关，匠心传承280余年，值得信赖。喝药酒选鸿茅，百年鸿茅品质如金，养肺正当时，气短喘咳，干咳痰黏，你需要注意补肺。补肺益气，治疗咳痰喘，请用养乌鸡牌补肺丸。组方源自600年前永类前方，精选6味中药材秘制而成，药量足，药劲强，药效长。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好了，各位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男嘉宾呢，曾经大概在4个多月以前来过一次我们节目，当时呢也是我陪他相亲的啊。在上次节目当中呢，这位自信满满的小伙子啊，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爱情呢，都豪言壮语啊。当时呢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时过境迁啊，4个月过去了，重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来，通过短片再认识一下吧。我叫李军儿，今年26岁，来自重庆奉节，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凡人游戏。本期赵楠嘉宾李军，26岁，身高1.72米，职业服务员，月收入4000元，婚姻状况未婚。今天的男嘉宾在几个月之前曾来到过凡人游戏追求真爱，当时的他一心想找个媳妇儿回家过年。我辞职了，那一门心思想把那个相亲工作做好，我希望能够走向全世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我的择偶标准并不高，最主要的就是对我真心。我们也按照男嘉宾的要求为他匹配了一位女嘉宾。我希望今天可以带你回家过年。但最终两人因为未来生活目标的不一致，没能牵手成功。那么时隔4个月再次来到凡人游戏的男嘉宾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之前我来相亲的时候连工作都没得，现在我工作也比较稳定了，
现在我是在渝北区一家火锅店上班。通过那段时间的一个调整呢，我对自己的感情也有一个新的看法。我今天来相亲的择偶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跟我性格合得来呀，能够关心我，能够在意我，就什么都以我为中心的一个女生嘛。其他的没得，像外貌呢也不重要，年龄那些也不重要。希望这个女孩子不这么物质，不要什么事都是钱钱钱，也不要把钱放在第一位。我觉得两个人感情最重要嘛，对吧？两个人一起奋斗，一起努力，什么都会来。男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对自己真心；二，不要太物质。哎，我女眷呢，就是在工作上哈，也是个认真勤奋啊，踏实肯干的一位同事啊。哎，但是我是他朋友哈，就是过来哈，给他加油的啊。今天来到这里，希望女眷相亲成功，能够找到自己的真心相爱。今天希望你在相亲成功，加油加油加油！别来无恙啊，哎，今儿换了一身西装，看起来更精神了哈。还差点跟我两个撞衫了，我们两个穿的是同一个颜色啊，有缘分。来说起你现在又在做啥子啊？火锅店儿，哎，那个工作干了好久了啊？今年开年了就开始做的，过年了，然后就去了趟武汉嘛。哦，我去了趟武汉。啊。哦，去武汉干啥子啊？在网上认识一个女孩子，她跟我两个谈恋爱，结果过去她是做传销的嘛，骗子嘛。那你为啥子说别个是骗子？你有啥子证据啊？他们主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接电话的时候，他都支支吾吾的，也不给当着我的面接，他跑到医院去。所以你说那个女娃儿是个骗子，骗到底啥子没得？其他没得，都是来回的路费钱，坐高铁那些，加上吃住啊、宾馆那些啊，差不多千把多块钱嘛。啊，那是你个人产生的费用嘛？啊，其他没得。你要去见别个嘛，是不是？那你觉得那一段经历对你现在有啥子影响没得？我觉得没任何影响。人生需要经历，只有在挫折挫折之后才会成长成熟。耶，奥利给！好，我现在放心了。我觉得你确实没有受到影响啊，没有。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那必须的，充满着激情。你还是去年的那个你。好，那你说两句吧。我是什么？你说姓啥子啊？姓易，你说两句吧。好，那易老师哈，你今儿主要是过来干啥子的啊？你觉得嘛，今天过来哈，人生大事了嘛，哎，过来欢迎游戏节目相亲，不成功哈，一如既往嘛，是吧？成功了，是吧？跟你有啥关系啊？有关系啊！哎，赶快说噻！他成功，他的幸福肯定是，哎，我肯定希望他更幸福嘛，是吧？哦，哎，那都是关系啊，是吧？那说起你们俩关系还好哦、哎。关系肯定好哈。老乡都是你的，还是你的、哎。好，马上都要上场了。作为兄弟来讲，对他有啥话说没得？总结上次的失败教训哈，这次能够啊反思个人哈，立志于成功啊，都是成功。好。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今天的男嘉宾是我们的熟人了，是他第二次来上节目。在上一次的表现当中呢，是豪言壮语要通过我们的舞台走向世界，事实上呢是没有工作哈，这个生活状态呢也很困顿。那么经过一番痛定思痛之后呢，我们的男嘉宾是找到了一份正式的工作，这次呢觉得自己有底气了，于是又来上节目，而且也在节目当中强调我不要太物质的女孩啊，这个点呢我也是明白的，因为我们男嘉宾的这个车房状况、经济状况都很一般。你倒是要求女孩子不要贪图物质哈，她就是想贪图，你也没有啊，对吧？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位女嘉宾能否符合我们男嘉宾的要求呢？就当男嘉宾坐在一旁等候的时候，看见了女嘉宾和亲友团，他会作何反应呢？短的吧，两个，是不是？小白啥哟？没得希望了。那你觉得是没得希望？那你觉得是没得希望？没得希望了，滚汗，快打包苗。你刚才是不是瞄到两个女生了？啊。你觉得你更喜欢哪一个呀？穿牛仔裤那个。以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哎，那个穿牛仔裤的嘛，穿牛仔裤的，穿牛仔裤那个女孩子，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嘛。你为啥子不喜欢黑衣服那个呀？也不是不喜欢嘛，就是咱们那些时尚应该要求比较高，感觉。但是这个不了解，是不？我只是我做一个假的一个猜测，是不？我也不了解到底是啥子，是不？看来男嘉宾更希望穿牛仔裤的女生是今天的女嘉宾，究竟是否会如他所愿呢？女嘉宾到底是哪一位呢？哎，你好，你好，你们两位好。我是今儿的男嘉宾，请问一下你们两位哪个是今儿女嘉宾呢？猜一会儿啦。猜一会儿啊。我猜你是。
猜对了，真的啊。好，女嘉宾你好，你好。你好，男嘉宾你好，你好。哎，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叫李娟儿啊。哎，你好呀，我叫戴可晴。戴可晴啊。哎，然后。我今年26岁了。26岁啊！哎，大家好，我叫戴可晴，我现在今年是26岁。本期交友女嘉宾戴可晴，26岁，身高1.65米，待业中，婚姻状况未婚。平时性格比较内敛一点，然后还是挺喜欢交朋友的。然后我平时爱音乐，爱唱歌，然后爱运动，跑步啊，和朋友这样一起，然后经常去图书馆这样子。我是之前有过一段感情经历，然后我之前是跟他一共在一起3年的，但是分手了。现在我就想简简单单平凡一点的生活，然后每天有人做饭，有人一起吃饭，然后一起上下班这样子。在感情方面，然后我比较注重的是两个人的感情，然后是更多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这样子。不在于物质上面的，如果说他对方更稳定一点，这样子也会更好。哎，大家好，我是女嘉宾的亲友团。然后女嘉宾在平时生活中是一个很细心的人，然后很爱干净，就是平时的话也挺会照顾人的，然后经常照顾我，然后一起出去吃饭的话，就是他也照顾我的饮食这些，挺会照顾人的。我希望他找到一个对他好的，然后平时有共同的话题的人，其他的话就是看他们自己相处吧，活得来就好了。真心对他好的，什么事情都为他考虑，就是对他的爱是爱到骨子里面的，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好了。女嘉宾的择偶要求：一、注重精神上的契合；二、经济稳定更好。我那是第二次来相亲的。第二次我上回来一回是，然后相亲失败的。你就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嘛，我觉得很正常，就是相亲嘛，对吧？哎，谢谢，来嘛，我来。我谈不上。谢谢。我想问一下，你真的26岁吗？你旁边的小哥哥好多岁啊？我23。22，还没看吗？22岁。好吗？在我看来，身高长相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个人能活得来，晓得吧？你做啥子工作的嘛？做餐饮的。做餐饮的。在做完才做一个月，但是我做餐饮行业的话是做了15年了。那你月收入好多哟？我之前来过的，月收入。我工资不高，10000块钱。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呀？踏踏实实工作，认真存钱的，和自己女朋友两个人一起努力，两个人共同奋斗，然后存钱，然后买房买车，一起实现人生价值。等一下，你那些说的太官方了，太片面了。那我想哈，你月收入4000多，你啷个存钱买房啊？是吧？多存几个月。多存几个月，但是女方想做自己的事情，首先是你要得有车有房啊，是吧？有车有车有房。那你没车，你没车也没房是吧？对。你啷给你生安全感呢？啷给我朋友安全感呢？如果你们牵手成功了之后，他来相亲，那然后你来一直给我问的久，你让我就很尴尬，晓得吧？好，你也说，我是担心我的朋友哎。我晓得你是担心你朋友，担心你可以私下来看看聊交流，晓得吧？你也问我那些问题，我觉得我今天是女嘉宾相亲嘛，不是和你两个。你来，我是作为亲友团，更加的关心我的朋友。亲友团提出的现实问题似乎触怒了男嘉宾，此时的他突然情绪非常激动。非要有车有房吗？那两个人不可以自己创造吗？我觉得最主要是啥子晓得吧？就是两个人活来，晓得不？看对眼儿。但是，首先就是双方的人品非常重要，晓得吧？你要觉得那个男孩子确实很优秀，对吧？值得你跟他在一起，就互相了解。你要是觉得不值得，要觉得还想没车没房，啥都没得。刚刚问的那些东西是吧，也是很现实、很实在的东西，但是必须要接受那个现实。但是我们不可能不说那个问题吧？是因为我作为他的亲友团，然后都担心他的那些，然后是怎么幸福的。如果都是那些最基本的了解一下。爱情是需要两个人慢慢来建立的，不是所有爱情的爱情，就是两个人认识之后，对吧？相处一段时间，慢慢的了解，看他的为人处事啊，各方面来看那个人到底怎么样，对吧？而不是说看那个人先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啊。没有，我相信我在听我说完。我来发现游戏之前，我已经上过一次了。我都说了的，我没车没房，对吧？我找女朋友要求啥子？我们要求是不物质，晓得吧？就是两个人，就是说
在一起相处得很相处得融洽，两个人共同努力打拼的这个重要的，晓得吧？而不是像那个亲友团一来就是，你要有车房啊，你咋个怎么的啊，物质保障啊。像我女儿那个人哈，我是想啥子说啥子，我从来不虚伪，晓得吧？我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很真诚的人。我心里面所想的啥子，我全部说出来，晓得吧？我不会那么虚伪去说一些假的啊的东西，晓得吧？从来不会。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很直一个人，直来直往的一个人。难道相亲不是能够吗？除非你真正的是爱情，才是那种慢慢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你自己说，真的，你说你真实想法没关系，真的，我觉得做人不要那么虚伪，有啥子就说啥子，心啷个想就啷个说出来，不要有任何的那些外在因素，真的嘛？对，因为我们要在沟通中才能建立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爱好能不能有一些磨合的东西啊，那样子，我都要了解清楚吧，因为我不能说我一来都跟你很合适吧。男嘉宾突如其来的情绪爆发，令女嘉宾有些尴尬了。此时的她又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呢？你刚刚不是答应我，你今天的相亲的时候要调整下你的情绪，要调整下你心情了嘛？那刚刚又那个激动了哇？也不是激动，她那个闺蜜老是说要有车有房，我很生气啊。那你生啥子气嘛？她动不动就是有车有房啊，而且来那个节目之前我都说了的，我的要求，我的条件都说了的啊，不要来不就是有车有房。有车有房本身也没错的噻。是没错，但是你不要老是纠结那个东西是啥啊。你未来有没得的有车有房的那个计划？那肯定有噻。那你都给她解释都行了噻。我跟她解释，她那闺蜜反正一直在旁边上火，说我要有车有房，物质条件咋个怎样的。闺蜜嘛，她是站在朋友的角度嘛，她是希望个人的朋友嘛，生活得更好嘛。我觉得她的要求又不是女娃儿自己的要求。我来相亲是和女嘉宾相亲，不是和她闺蜜相亲。她闺蜜的话比她女嘉宾还要多。那你带那个多兄弟来干啥子？我带我兄弟伙来是给我做证噻，但是我兄弟伙话不多噻，对吧？我在旁边跟他交流的时候，我的兄弟伙从来没说没插言嘛，对不对？他那闺蜜溜得飞啊，说不清了。不过我觉得哈，我要提醒你一下哈，当然闺蜜讲的有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啊，从就是人际交往，还有啊，从你给女娃儿展示你自己的性格特长那一点来讲，你还是要收敛一点。你做嘛都要做个样子出来噻。你在你虽然是跟她闺蜜感觉有矛盾，但是你表现出来的情绪，女娃儿自己她也看到了，也不是矛盾，她都会给你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哎，真给我打断一下，我对任何人没矛盾，而且我和她闺蜜也从来不是素不相识，也谈不上矛盾，只是针对她说的一个话题，对吧？非常激动，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你都是要在女娃儿面前表现出来自己，哎，文质彬彬，哎，很稳重。哎，然后啊，很豁达。那我改一下嘛。哎，是不是？要得。好。那抛开她闺蜜来说，你对女嘉宾自己本身今天印象怎么样啊？女嘉宾还是很优秀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然后各方面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但是哦，还有但是。但是她老是听她闺蜜的，我觉得那点儿。我觉得做人要有主见，不要老是听别人怎么参言。好，各位观众，我们的相亲一开局就不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男嘉宾今天是越说越生气，起因呢就是我们的女嘉宾的亲友团问了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哈，在我们以往的相亲当中，你会发现都很正常。很多亲友团就会问你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收入如何，有没有房子，有没有车，哎，未来的这个规划是怎么样的，其实就是一些很普通的问题。但是男嘉宾就特别的激动，他就认为你这就是物质啊，难道说没车没房就不能谈恋爱了吗？我不是说了我不要找物质的女孩吗？你们怎么给我找了这么一个人来啊？女孩子本身我没什么意见，她的亲友团真是太讨厌了。男嘉宾是非常的激动，两个人在一起难道不应该是看合得来吗？这个是没问题的，肯定要合得来。以及我们的男嘉宾说，万一对方很优秀呢？你优秀吗？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你整个表现哈，我们可以说一下男生吸引女生的点有哪些：帅气、温柔、体贴、靠谱、勤奋、踏实。目前哈，勤奋踏实这些东西呢，是属于那种很隐性的优点，需要长期相处才能看出来。但是温柔体贴这些特质，目前从你身上是没有看到的，是感觉到你非常的急躁，急于去批评。其实感情的基础肯定是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在里面做保障的。你说两个人饭都吃不起，你说那个怎么谈恋爱呀？真的是有情饮水饱吗？但是男嘉宾这边的态度呢，就是开始批判了啊，批评女嘉宾，你看你不要没主见，你不要那么虚伪，你不要只听你亲友团的。
那么现场的气氛呢，就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尴尬啊。今天的这个开局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也希望男嘉宾你在回看我们这些节目的时候，思考一下我对你提的这个问题。你既然觉得优秀的男生才能吸引人，那么我刚才列举的这些点，你究竟具备哪一些？一杯药酒百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风寒湿痹筋骨疼痛，肾亏腰酸，妇女气虚血亏，请用鸿茅药酒。鸿茅药酒始于1739，精选67味道地药材，经过671项质检把关，匠心传承280余年，值得信赖。喝药酒选鸿茅，百年鸿茅品质如金，养肺正当时，气短喘咳，干咳痰黏，你需要注意补肺。补肺益气，治疗咳痰喘，请用养乌鸡牌补肺丸，组方源自600年前永类前方，精选6味中药药材秘制而成，药量足，药劲强，药效长。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刚刚你不在的时候，你不知道主持人跟那个男嘉宾聊了什么。当时我听到就有点生气。第一，作为女嘉宾，你亲友团来说的话，是应该考虑他的是否有车有房噻，因为没有物质的爱情是一盘散沙，是吧？我可能刚刚气氛有点多，问的问题有点多了，但是出于对你的考虑，就是对你看他是不是对你好的那些，但是他都是用那种很不耐烦的心态，有点像生气的感觉。毕竟第一次见面是要用包容的心态嘛，但他能够对待，我不晓得你啷个想的，看你的想法嘛。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太容易激动的人的话，不太容易包容我。可能会平时会因为那种小事情的话，都会很容易吵架，然后感情不是很稳定的那种。我看到你们刚刚在跟我们编导一起在讨论点什么，是不是啊？这我估计是在讨论男嘉宾的事儿，是不是？嗯，就是我感觉男嘉宾吧，他一直说我，然后女嘉宾没有主见，一直听我的。其实吧，作为他的亲友团，是应该给他考虑一些有没有房子啊、车子嘛。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共同的奋斗啊。但他一直很抵触这个问题，然后的话就是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对第一次应该是包容的心态，不管你什么心情，你总得忍一忍吧。因为第一次嘛，毕竟见面有个印象，但他这点也没做到，是吧？主要是啊，首先的话，他的外观的话，我都没有太在意的，主要是他的性格的问题。他的性格的话，就是刚刚不是我那个亲友团，就是他嘛，问了他很多问题。因为我平时的话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我是希望通过他们两个的沟通，然后我这样子的间接性的了解一下他。但是我发现他的性格就是容易激怒嘛。那我平时其实我也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就是对，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发生了就是口头上的一些东西的话，生活中的琐碎的事情，如果说两个人没有一个人就是让步，对，然后这样子两个人的感情会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到底有没有车有没有房，这个不是你首选的第一个要素，是不是？对，就是闺蜜替你担心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我建议呀，接下来呀，我们那个小戴可以跟我们男嘉宾呢，你们在一对一啊单独的来沟通一下啊，能够呀也自己的感受更加直接一些，也避免周围人呐可能一些影响，好不好？可以。要不随便找点东西吃嘛。就是你平时喜欢吃啥子吗？我随便。你随便呐、啊？我喜欢吃肉，这边吃嘛。那边吃肉，可以，挺好的。坐在一起噻。坐。哎，坐嘛，坐。你没那么客气嘛。你先坐嘛。你休息了嘛？哎，好，谢谢。两人此时的气氛还是非常和谐的。男嘉宾也非常绅士地邀请女嘉宾一起用餐，但两个小时之后，男嘉宾却突然态度巨变。你把中了饭钱转过，我没事请他吃，我不管在不在，就是 A 字，再接不是 A 字，就算，我肯定要算账噻。好吧。你算的对，算的真好。好。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男嘉宾非要讨回请女嘉宾吃饭的钱？还得回到吃饭之前说起。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扫描二维码注册凡人游戏会员，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8805报名。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十万本地优质会员，百分百实名认证，高达80%的匹配度，总有一个属于你。想相亲想脱单，就来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 会员，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拨打8805-8805，还可获专业红娘的一对一相亲服务，精准定位你的爱情。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加入我们凡人有喜婚恋服务平台，幸福就在这里等你。男嘉宾爱吃啥子吗？我喜欢吃肉啊。吃肉吃哪种肉？具体的。牛肉啊、羊肉都喜欢吃，还有猪肉。我从来不吃蔬菜，真的。不吃蔬菜？我还是平时比较爱吃素。你要求高不？坐这儿吧，今天。主要是我觉得两个人就是看适不适合的那种。就是你之前不是比较那个嘛，因为我朋友作为我朋友嘛，他还关心我，还关心我，然后他都过多的就是帮我问了一些东西嘛，然后你对于你当时就是比较激动嘛，我也看出来你很不高兴。哎，对头对头。平时生活中肯定会遇到那些一些琐碎的事情，是吧？比如说我们两个吵架了，啷个办啊？如果说那种情况下，两个都很容易激怒那种，如果那种性格的话，我觉得很。我愿意牵你头，真的，我觉得你还可以，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好好交流一下。我真心。但是我们是在沟通嘛，在了解嘛的情况嘛。是啊，因为我是在了解你嘛，因为有一个过程嘛，是吧？我估计你家朋友对我印象也不好哦，现在是不？你说实话，那他肯定要打破嘛，说你不跟两个在一起嘛，是不？有啥子执着？不是哦，他说的是靠我自己。我觉得做人应该有自己主见，不要听别人那么说。再好的朋友，他能陪你一辈子吧？不能噻，对不对？找对象那些事情靠自己。但你的认知范围内，比如你觉得那个东西是对的，都是对的；你说的是他是错的，都是错的。本来就是。我那个人我说完了，我不装啊，我不想来那么虚伪啊，搞把戏啊。但是你真诚的时候不能言语柔和一点嘛，或者是。男嘉宾不仅抨击闺蜜，还说女嘉宾没有主见。此时女嘉宾实在是难以忍受这样的交流，转身找到了自己的闺蜜诉苦。她说你要来打破啊，咋的？虽然她一直说我都很减分。反正就是很怕嘛，而且他为什么要选那个地方，我要是不问你提前喜欢吃啥子啊，是吧？就很随意了，也不太重视，看你自己嘛。女嘉宾和亲友团也有些不开心了，甚至连吃饭都没有和男嘉宾坐一桌。女嘉宾究竟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本来在那边聊就已经很不愉快了，能看出来她情绪就比较激动，后面就是接下来她就感觉到就很不愉快，特别是聊到我闺蜜这个然后就说我没有主见，然后就应该要听我自己的。你自己觉得你到底是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我觉得我是啊，但是我也要通过我的朋友就是看一下他一些表现啊，这样子啊。就是他说了我啊，我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啊，我怎么样，反正就是要接受他的对我的好，就是他觉得反过来是觉得会让人觉得有点强势。对，有点大男子了，对吧？对，他觉得你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心的，你到底是听你朋友的还是听你自己的，他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还反复问了我几次。主要是他也不问我，就是我问他，主要是一路上是我在问他喜欢吃什么，想去什么地方，他也没有问我的感受。那你觉得应该选什么地方吃饭呢？我觉得应该第一次的话还是稍微就是比较安静一点吧，那个地方又比较嘈杂呀，这样子的。其实主要就是你是在意的是他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态度。对，态度。排除他对我的意见吧，就从他的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从他的这个点的话，他一直没有在意他的想法，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比如说点餐这个看得出来，而且选的地方也很随意，也没有就是不管说吃什么吧，就是没有问他。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坐的那个地方也很随意的，没有说啊这个地方有点脏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找一个凳子或者什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啊，这些都没有注意，这是一个很细节的问题。他就是这一点细节没有注意的话，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细节就是考虑会说。然后我不建议他对我什么态度，我觉得只要对他好，真心的对他好，然后为他考虑就行了，反正最后看你自己。我对他的评价的话就是不是很满意的，确实脾气也不好，然后说到物质也很反感自己的，然后就没找自己的问题啊，为什么再来第二次相亲这样子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呢，男嘉宾是一句都没有问过女嘉宾你的饮食喜好和禁忌，直接就安排了今天中午咱们怎么吃哈。好，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呢，
男嘉宾是一直都在 diss 女方的亲友团，一直都在批评，就说你这个亲友团怎么样，然后你不要那么没主见。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女嘉宾如果听亲友团的就是没主见，那么听你的是否就叫做有主见了呢？而且亲友团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说，哎，你条件不好，你有什么问题，他都是告诉女嘉宾你自己去斟酌，自己去考虑，他只是问到了你的一些经济状况，这可能让你有点敏感。但是在女嘉宾看来的话，这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不愉快了，因为对于女嘉宾来讲，她的闺蜜跟她认识多年，肯定是有非常好的信任基础的，而对于你来说，你们俩不过是刚刚认识的，甚至可以说是陌生人的一个状态，更何况你一直都在批评她最亲密的朋友，这种感觉会非常的不好。因此到后来他们吃饭也非常喜剧，就分成了两波，男方跟男方的亲友团，女方跟女方的亲友团吃饭。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估计牵手成功的可能性已经是越来越小了。刚刚最后那点你跟我讲哈，当时是啥子情况？女嘉宾和闺蜜吃饭，吃到的别个都走了，跑到旁边去吃饭去了。我也不晓得他啷个想的，晓不得。反正我的意思还是很明朗啊，我觉得相互尊重嘛，就是在一起吃饭聊天啊，了解啊。但是他突然就走了，我也不晓得他啥意思嘛，我搞不懂哎，真的搞不懂。你说了啥子话？我都说他做了啥子事。惹得女嘉宾情绪不好。我就是说她闺蜜在好像在跟她说些啥子，然后挑拨离间嘛。我不晓得是对我有成见还是怎么样。叶小丽，我发现我跟你说啥子，你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哎哈。我不是刚刚一直在提醒你的吗？我改了你啊，真的改了。你要控制二个人的情绪的嘛，你那个孩子跟她那个闺蜜两个在那儿怼嘛，还要刚起。我只是一种猜测，她闺蜜想，跟他动他嘛，动那个女嘉宾嘛。那你不是反过来正好也可以考验一下女娃儿对你是不是真心的噻？她如果找她闺蜜动了，那都说明她对你不够坚定。如果她闺蜜能够动她，她都还要选择你，那都更加考验了她。那不是反而其实是一件好事吗？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借力打力都是那个道理的嘛。没得主见她。老师，他现在别个还没表态，你啷晓得他啷个想的？我觉得做人一定要有自己主见，不要老是去听别人怎么讲。而且要跟他自己感觉走，晓不？而且如果说那个闺蜜在那哈儿，你觉得捣乱也好哈，还是在动他也好，哎，如果说你继续表现出来不好的样子，不是反而让那个女娃儿坚定了她闺蜜的看法吗？那确实是哈。啊，通过上一次到那一次。我觉得哈，你那个人呢，其实啥子优点都有，唯独啊，都是好像跟人沟通、交流的时候啊，不是很畅通，老是会让人误会你。那像恁个，我帮你安排一个，我们那个反正有些线下婚恋服务中心的老师，那个老师在情感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啊，而且呢，针对各种问题啊，他都给你出一些很实用、很好的一些技巧。那我们去拜访那个老师，看那个老师能不能针对你的情况给你一些啥子建议。哎，反过来，你再来和女嘉宾相处，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有变化，好不好？好。哎，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边请。好。哎，男嘉宾你好，我是那个凡人游戏线下婚恋服务中心的蔡老师。这边呢，你有什么问题需要问到我的吗？就是我刚刚在和女嘉宾相处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言语之间相处有点不愉快，所以现在那个女嘉宾可能对我的印象不是很好，所以说想向你请教一下。其实男孩子说话不要这么直接，比如说的女孩子是一个感性的动物，她只喜欢听你她想听到的，对吧？现在我不晓得她到底是对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和态度，我不晓得，不明朗。但是有一点可以晓得，她就是对我可能有点偏见嘛。我老是说她闺蜜不要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可能对我有点偏见，但是不晓得她心里面到底怎么想的，又不晓得，人心隔肚皮猜不透嘛。我们这边也不要去质疑别人是怎么道理怎么想的，对不对哈？后续的话，我们就好好的和女孩子去沟通，我们看她的自己的一个真实想法，好不好？好，要得，蔡老师，感谢你。一杯药酒百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风寒湿痹、筋骨疼痛、肾亏腰酸、妇女气虚血亏，请用鸿茅药酒。鸿茅药酒始于1739，精选67味道地药材，经过671项质检把关，匠心传承280余年，值得信赖。喝药酒选鸿茅，百年鸿茅，品质如金，养肺正当时，气短喘咳，干咳痰黏。你需要注意补肺，补肺益气，治疗咳痰喘，请用养乌鸡牌补肺丸，组方源自600年前永类前方，精选6味中药材秘制而成，药量足，药劲强，药效长。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赏，穿越人海只为与你相拥。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扫描二维码注册凡人游戏会员，或拨打热线电话8805-8805报名。重庆本地十年品牌，口碑保障，十万本地优质会员，百分百实名认证，高达80%的匹配度，总有一个属于你。想相亲想脱单，就来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专业婚恋平台。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注册体验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 VIP 会员，免费相亲，免费找对象。拨打8805-8805，还可获专业红娘的一对一相亲服务，精准定位你的爱情。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加入我们凡人游戏婚恋服务平台，幸福就在这里等你。不管是和特派员还是和情感老师的交流当中，男嘉宾都还是透露出对女嘉宾的好感，但最终为何男嘉宾如此激动地想要回饭钱呢？你刚刚跟女嘉宾沟通他是啥态度？你给我透个底儿。意思说要我说别个愿意答应你，你才愿意表白。如果我跟你说他对你影响不好，你都不表白，是这意思吧？啊，你直接说没关系。为啥子要我直接说啊？那个不是应该你自己主动吗？为啥子不是女生表白？他可以先表达表态呀。不是，你们刚刚跟他沟通，我也没跟他沟通，我哪个想当？哎，郑哥，来这儿过来，这儿过来。哎，男人之间都私下说实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是对我有点意思，我都表个白；要是对我没意思，就算了。你那种态度本身都不对，那为啥子一定要他啷个想，你要啷个想啊？对不对？你说我们去求婚，我要晓得他要嫁给我才求婚，他不嫁给我都不求婚。你既然都晓得他要不要嫁给你了，你还求啥子啊？我想跟他沟通一下，可以不？跟他女儿。你沟通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用那种方式沟通哦。你觉得我好不好嘛？你喜不喜欢我嘛？你觉得好，我都选择你，我都跟你两个那个就是请求，我都表白。不，你如果要说那个话，你还不如不说。你那个一说，别个反而会更反感。我想跟他聊会儿，看他是啥态度。啊，你可以很礼貌客气的把他的闺蜜请开，你莫去喊别个走哈，你很礼貌的，或者是把女嘉宾稍微拉过来一点，你是一对一的私下问下他。要得。哎，莫说相会，对他可以无说相不。想问一下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哦，我觉得，其实我就是刚刚经过那个交流下的话，我觉得你的性格和我的性格，我觉得，我不是很那个，满意。哎，要得，是性格的问题，就是不合适嘛，哥。哎，要得，那算了嘛，好。得到女嘉宾的回应之后，男嘉宾突然情绪激动起来。再声明一下，我觉得没有向他表白哈，我再声明一下，我觉得没向他表白。晓得，我晓得你，就是自尊心还是很强。哎，我本来也没向他表白的意思啊。那你既然都没看上他，不喜欢他，你啷个又那个在意他的态度啊？你是来看能不能找到一段缘分的，所以说你不要那个在意对方对你的看法。我一直反复的强调，你是要首先第一看自己做得好不好，第二你看对方和你合不合适。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好了，够好了。你告诉我哪个给大家，哪个给女嘉宾收那个茶？现在你来说。我觉得哪么说啊？既然互相都不喜欢，还是来声明一下嘛。互相都声明一下，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声明一下。啊，向观众声明一下噻。这个节目到时候播出去嘛，向观众声明一下。你只能是你声明你喜不喜欢他，你啷个能要求别个来？我不喜欢他。啊。我向所有的观众全部声明一下，我今天我不喜欢他，你们莫给我搞些污点哈，我不喜欢他，各方面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我觉得可以，我们两个真的可以好好交流一下。你现在觉得你哪个和女娃儿今天你们两个哪个就此告别？其实我想他把那个饭钱还给我就行了，既然没成功，中午吃饭两个钱他两个的给我就行了。那你就直接跟他说嘛。要得。来，你要我来跟他说嘛？我的意思就是我俩既然不成功。就把中午的饭钱转给我。饭钱转给我。一共好多钱嘛？一共50卢，我那个10卢，他那个10块，他们俩差30块钱。既然不成功，没有问题。你吃了啥子嘛？可不可以吃那个牛肉面？好多钱？
啊，我记不到了。还有她闺蜜的。面对女嘉宾的回答，此时男嘉宾竟然提出要回到吃饭的餐馆算个清楚。那个又不成功，那个不能。我觉得他也不说不合理，他也有道理，是不是嘛？当然的，我觉得你要请他吃那个也没得问题的。我没事请他吃，我没事请他吃。他刚刚吃那个饭的时候没有说要请你们吃，是不是？对，但是还没有说。好，我想反过来问一下，那刚刚他去买单的时候有没有给你说，如果我们没在一起，我都不买那个单？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也没有说。对。那你反过来的时候，你刚刚也没有提要求，你也没有说，你如果不跟我在一起，你那个你要把饭钱给我。不管在不在一起是 A 制，在一起不是 A 制，就算。好嘛好嘛，走嘛走嘛。走有没得以前吃了饭又过来找你算账的？哦，还有哈，哎，那种多的是啊。哦，好嘛，好嘛，哈。跟没成功肯定要算账噻。好嘛，好嘛。哎，你算的对，算的真准。好。我喊你个腊肉盖饭。你吃的啥子？我的牛肉面几两？我的腊肉盖饭。我们过来算账的老板，我们不吃牛肉面二两，二十哎哈。蛋炒饭对吧嘞？蛋炒饭十块。你算账确实算得非常。哎呀，给老板黑到起了，看到我们拿起镜头来，以为要干啥子？多点你份钱，说那个不成公司了。来嘛，来嘛。是。那你们是哪个？现在我朋友。来，我付。爹，你那个收款码还随时都调得出来呀？是不是那个？是不是你的墙纸哦、壁纸哦？这个收款码？咋可能呢？我在想，可是的，很高效。是吗？不，你不，我也不能那个说，那个确实也是，那个饭是你吃的，是不是？对，是。他要请你，我觉得也可以；他不请你，那哪个也。收了哈，30。来，我看一下，我核实一下，看收到没得？到。看一下，看。好，来，上面一个56是付款的记录哈。好，下面一个30是收款的记录。20是我们过的嘛？好嘛，哎呀。哎，不管是哪个，反正都是 A。来，小龙哥，不是，我觉得小李，你每一次来我们那个节目啊，你最后总要给这儿给我出点难题。那个。你说最后走到那一步，我那个后面我说啥子啊？那还握不握个手啊？你想我的我吗？不想我的我吗？尊重你的意见。今天我也表现，今天最终很绅士，都不想跟上回一样。啊、你愿意我的我，你不愿意我的我，是不？我不跟上回一样的。还你有进步，有进步。这个你还收工的话，你说那个哪们收场？这个，我觉得算了，都不我收了。说一句都是，后会无期。祝你找到更好的那个他。男嘉宾最后的表现，我简直，我最开始我都觉得我笑了，其实我没有愤怒，我都笑了。我说那30块钱够嘛，没啥子，我转给你都行了。但是让我自己也成长了吧，我觉得不那么的面对那种人不那么的生气吧，反而更觉得生活更有趣了吧。这次来反正有些感觉还是有进步了，之前我自己觉得风度嘛还是有的。这儿个那个人还是要的，有名的主持人，他会。好，他会操作大局，最后还是搞得很愉快，还是可以。谢谢你夸奖我，来，你把二维码拿出来。啥子？这儿我给你发个红包噻，你那表扬我半天，是不是嘛？我给你发个6块6啊，5块5都可以。你还真拿出来，不客气是吧？好。耶！来，这儿我给你转个6块6角6，哈。祝你事业顺风顺水，爱情顺风顺水，好不好？今天那个节目当中很多事情，希望你下来以后自己看一下，要得，总结一下，要得啊。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男嘉宾在最后的一些环节当中给我们贡献了精彩的个人表现，至于这个表现好还是不好，大家就见仁见智了。那么男嘉宾呢，整个的表现看下来哈，我们可以说没有任何进步。距离他上一次来上节目之后到现在，除了找了一份工作之外，其他方面我觉得不但是没有进步，反而还更加的退步了。首先说这个性格啊是越来越急躁了，修养呢也是越来越不好了。好，我们可以看到男嘉宾的整个状态是自信到自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经济状况他是不允许别人来评说的哈，甚至觉得就应该一个姑娘就应该是看上我这个人，本来是没错的这个观点，但是你本身一定要有可取之处。但是今天有可取之处吗？首先是一直批评人家的亲友团，然后呢明明是问了一下女生的印象，一转头赶紧是对着重庆的3000万人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可是没有向她表白哦，我没有说喜欢她呀，我只是问一下而已。这些说明了什么？内心已经虚弱至此吗？
即使是表白被拒绝了又怎么样呢？但男嘉宾他的看法不是这样的，甚至到最后还要回了饭钱，这个真的是相信大家在电视机前心情如何哈，可能跟我都是差不多的，我们不用把这个情绪说破。只是有一点我一定要声明一下哈，我们的栏目组呢也曾接到过四五十岁的男性观众的电话，说为什么你们节目老是要男嘉宾请客吃饭，凭什么呢？其实我必须再次声明，我们从来没有要求过男嘉宾必须请吃饭，因为我们的节目录制时长是一整天，一整天里面至少会遇到一个甚至两个饭点，那么饭怎么吃，谁请客，要不要 AA 制，这完全是男女嘉宾自己商量的一个结果。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们的男嘉宾一样哈，先吃饭，吃完了以后如果牵手不成功要回饭钱，这种操作也不是不可以有，反正他不违法，对不对？至于说观者的感觉如何，当事人的感受如何，那就是大家自由心证了啊。最后呢，凡人有喜，祝大家相亲用餐愉快。凡人有喜，我们等你。好，各位哈，今天最后这一段堪称戏剧性的结尾哈，我不知道在最后的片子里面能够给大家呈现出来多少啊，不过整个这个过程确实我觉得包括女嘉宾和我都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意外啊。我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不要太计较得失，不要太在意对方对自己的感受，那坚持做好自己就好了啊。那大家想要了解今天节目嘉宾的更多个人信息，欢迎您拨打电话88058805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龙湖新艺场二楼凡人有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直接报名。一杯药酒百草香，治病养生保健康，风寒湿痹筋骨疼痛，肾亏腰酸，妇女气虚血亏，请用鸿茅药酒。鸿茅药酒始于1739，精选67味道地药材，经过671项质检把关，匠心传承280余年，值得信赖。喝药酒选鸿茅，百年鸿茅品质如金，养肺正当时，气短喘咳干咳痰黏你需要注意补肺，补肺益气，治疗咳痰喘请用养乌鸡牌补肺丸，组方源自600年前永类前方，精选6味中药材秘制而成，药量足，药劲强，药效长，关注肺健康，中药补肺丸。好，爱情靠争取，为爱不放弃，感谢各位的收看啊！我那个路快路就路，我那个摇得回来哟。他年过半百，带着母亲来相亲，再不找一个谁，今后老了又啷办？今后我也不在了，又哪个来关心他们呢？等于有时比说的强，回到家里面了哇，还有个端茶递水的。他沉默寡言，有着这样的择偶要求，能够不嫌弃我会过日子的人。同是离异的两人，有着不同的故事。我儿老汉儿呢是病过，走之前呢我29岁。我以前也是一无所有，确实。所以叫大器晚成。确实太离婚了。亲友团先是不看好，那相亲现场发生了什么，让他改变看法？他们两个还是一般嘛，还是只做交往嘛。女嘉宾直接提出要求，那男嘉宾又会作何回答？我还是想把我儿子带在身边，经济大权哪个来掌握？最终，今天的两人能否牵手成功呢？凡人有喜，下期为您精彩。